果而家要揀嘅咧，咁咪我會選擇只石油股啊，883啊。嗱，理由係乜嘢咧？就係話第一，如果我哋而家睇翻嗰個嘅波蘭特原油啦，咁其實個走勢咧，個油價仍然 keep 住喺高位嘅。之前曾經回落少少啦，跌穿咗$70嗰啲位，但係好快又彈翻上去。咁隨住即係經濟開始都焗住要去重啟噶啦，其實即係咁樣停發嘅話。嚟緊焗住要重啟，我相信對油價嘅需求咧係會反覆，雖然反覆，但係會反覆地向上嘅，即係話對油價嘅需求會一路咁加上去。咁所以對既然需求增加嘅話，咁自然對個價格亦都會有幫助啦。咁再加上依個883啦，咁講緊佢而家個 P/E 唔高啊，大概11倍到。咁而嗰個嘅周息率咧去到成7厘嘅喎，係啦，預期周息率去到9.5添，個息高P/E 低，咁再加上嚟緊對油價嘅需求亦都有機會反覆地向上。咁所以喺呢啲因素之下啦，咁我覺得883嚟緊都直博都大嘅，係啦，咁再加上暫時嚟講啦，中央都睇唔到有啲好大嘅監管，暫時呢一刻，咁所以都個直博率都喺度嘅。咁如果投資者想買入嘅，都唔好咁急住。佢之前喺七月尾啊，至到八月去到九月啊，咁上下嗰啲九月初嗰啲位啦，或者八月尾嗰啲位置咧，最低曾經去到7.4嘅。咁如果有機會睇下可唔可以7.5到嗰啲位去考慮買入啦。目標價會睇翻大概8.2到呢啲水平嘅。咁如果真係跌穿咗7.12咧，就可以作一個指示。